现在再选一位兄弟下车。啊，猜错了，你不会那么逊吧？第一个就猜错了，这么肯定？你还拍手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为什么还跳起来了？王少，哦，你是王一博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果然很帅，果然很帅。嗯，那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What？ 完了，王一博已经完了啊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？回去啊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因为失败了，要重新来过。这是我们晨练是吧？在对对对对。什么意思啊？刚才是让我猜下一个下车的是谁？那肯定是我啊。为什么？我猜峰哥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了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他们跟咱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是下一位下车的人是谁？肯定是我呀。那如果说错了，错了回来重新上。哦，那是这样吧。按照年龄吧，好嘞，按年龄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从小到大嘛，从小到大。一博，我小，一博，天鹤，我，大张伟，三哥，好，好，来吧，往下，这商量来吧，我们。希望你比他强一些。嗯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我们商量好了。你商量好了？对对对。那我就换一个方式，换一个方式。好。这次要，你觉得下一个下车的人是先迈左脚，还先迈右脚，还是两个脚一起？聊那么久，天！一博不应该啊。我猜他左脚吧，左脚，嗯，确定啊？对，所以你了解他？不，瞎猜了，瞎猜了。这个没准啊，就那我们来看看。好，嗯，好，再下去一个，那肯定是我了，快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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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高天脚，哎呀，走。Yeah! 哎呦，一波真能装！哎呦，太他妈能演了，我演员啊，厉不厉害？我们厉不厉害？挺错，我可以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很准确的说出下一个是谁，对吧？让我猜一下吧，我还真的不知道下一个是谁。不用猜了，不用猜了。